前面是讲时尚的，后面讲八卦的，翻开来那个展旗页眉页码的那些位置，都可能去做一些设计。所以呢，那些东西通通都是底啊，我们打了一个底，这个底上面去做什么样的安排？所以呢，这些就是共同元素，版型、样式、页面的元素、图形图案的这些内容，通通都叫做底啊。图示的这些共同效果，或者企业标准色，比如说我们这次所有的底都放黑色啊，或者大家去过。我蛮喜欢一个企业的标准色叫屈臣氏，屈臣氏不是有一个那个有点像的上漆有点偏绿的那样的东西，那个颜色，那是他们的，他只要做什么东西，他把那个颜色套上去，那就是他的背框啊。好，底跟共同元素。所以呢，当你在做一个设计的时候，你可以先去考虑到这家公司这个客户有没有特殊的要求，有没有这个一次性的要求，这就是你的底。好，当你把底想出来的时候，那我们的样式工具。仿式工具，都有一个好玩的东西嘛，这个也是一直都有的啊。我这东西如果在编辑里面，去做仿制，好，这仿制可以设距离，好，这它是仿制出来的，我再复制，按右键复制啊，好，用右键复制，好，这世界上唯一让你左右那个左右键都可以同时按得到题，只有后座跟踩地也要做。其他没有了。好，再来，这时候我对他做编辑，是大家都会被改变，对他做编辑，大家有改变。那这样的概念来当成一个底啊，或者是呢，我跟他转换成曲线，对他做编辑，大家都会改变。好，当成一个共同元素的话，那我们在设计上面就会有很多好处。所以刚才像在提到的，我们是可以去做文字样式，文字样式大家都知道，很 Word 也在做啊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其实文字样式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。大标题、副标题、项目符号这些东西要去做改变。可是今天如果说好，我今天想要参加一个联席，好，这是我的名牌，好，或者是我的房间号、我的贴纸之类的，很多情形我们会做这样的东西。好，那这时候在这边我只做一张，好，只做一张，那这一张也许要整个输出版要印出来的。这时候呢，总不可能全部的都印同一个人，对不对？那今天我如果在第一张，因为我这些东西都是仿制出来的。所以呢，今天我在这个地方做的，我要的是第二组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呢，名字改一下，好，刚才开始帮我介绍的潘立伟先生，好，我在这边改好了，是不是全部的内容都改好了？这样子，好，以这个。以这种样式，那比如说那只是打个字而已啊，好，那再讲一个东西。我发现这个框框画的不大好，这框框呢直接平平的，没有真正的去滴过这个热气球。OK， 那我去对它做形状上的编辑。我对第一方是做，是全部都给改变，这样子，好，让它滴过它。好，所以呢，以这些共同的样式这些内容，其实就是打一个底的概念。好，我通常会把底用成这样子。那最后讲一个是比较抽象的，叫做流啊。流呢在控制我们的阅读方向，所以刚才我那个请这个关门，对不对？啊，通常一个直的字，我也觉得，我应该从右上面读到左下，啊，右上读垂直读到左下。如果直接就把它摆到这边来，我旁边放了一个门，可是你其实在这张纸上面就直接眼睛就到了这边，这就是一种控制的手法。好，那譬如说你把一堆路径文字怎么样？啊，我们文字是都由上往下读。或者横的文字有怎样？由左往右读嘛，对不对？阿拉伯字在这边由右往左读嘛，对不对？好，有各种不同方向。可今天假设说好了，你如果去做了一个喷水池的样子，你画了一个像喷水池的样子，那些字由下往上排，人家也知道你在往上读了，因为它有一个形象存在，你可以去控制人家去阅读的流向。另外呢，你如果去放一些影像内容，或是放了一种放的这种符号，也可以去做指向啊。好，那在编排设计整合的这个编辑的流程，我跟大家讲。好，所以呢，我就拿这个来解释。好，这是热气球。好，这不是我们家这个 logo 的。好，这是热气球。然后呢，这是标题，这标题的字。其实这两个东西我要排版。好，我要拿来做排版。好，当然这样也是一个排版。好，那我就知道，我是标题的中间组。那今天可是我要把这个图跟文整合在一起的时候。那我们来看一下，什么样的编排会有什么样的影响？
上面我放了我是标题这四个字，我就魔法做得非常简单了、哦、我就不做其他复杂的元素上去。好、哦，如果有副标题，当然也有其他的，当然还要再做其他安排。你会发现，当我把这个标题，好、哦，比如说不管是蓝蓝青天啊，或者那个台东的气球之旅，然后我把一个气球排在这边，你们觉得这个气球怎么了？要碰顶了嘛？被挡到了嘛？飘不上去了嘛？被压抑住了嘛？对不对？好，所以呢，我是不是把它放到下面来？而且还有一点哈、哦，很多人都常觉得说，是不是放上面的比较重要，放下面的比较重要？可是你不要发现，你还放了这一本，是不是Coursework的主题放这边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跟一般文章，一般文章我们是从上面这样读下来，可是它为什么这样读上去？一，热气球的形象；二，场景。什么叫场景？今天你想象它是一个电视舞台，或者一个什么一个电影的画面，这边是不是比较近？这边是比较圆，就是这个透视感啊，所以当你在做这边做不同的大小的文字安排的时候，也会有这个效果。所以呢，啊，可是今天这两个东西又一样重要的时候，一样多的时候，我如果把这个标题放得更下来，让七个气球在这边可以顺利的往上飘，是不是人家对这张图就更有感觉？这是一个流向的一个控制啊，所以不管以后大家在做动态的东西，不管是飞机、汽车啊，然后那个跳跃啊，你如果让一个非要的领养的运动者，然后前面啊，前面就是一堆文字、一堆标题、一堆包括电话号码就把它卡住了，这样子，那就像那个中国选手被跌倒了嘛，对不对？哦，就被卡住了嘛。所以这种流向的概念要有啊，啊，这是流的一个编排的概念啊。那也刚好是因为 Costco 在这边，好、啊，他让我们，因为我这么做哈、啊，我一直到现在都不大会用 Word 的，啊，也做不大会用 Word 的，就是好不容易写完一篇论文才把 Word 用的稍微熟一点啊。那因为 Word 有个什么问题？我敢说 Word 是全世界最好的排版软体哦，真的很好哦。啊，可是包括什么？包括微调就很麻烦了嘛，对不对？我这个东西想调半行都不可以，好麻烦，不是不行，可以啊。可是因为我一开始写的就Coursework有什么好处？我这东西要什么我要怎么调，对不对？我放这边，我放这边，其实都非常方便。啊，所以在工作里面就让我们可以好好的去完成这个设计。来，再看下一个。好，这是很常用的、很常见的一个路径文字。好，一样。左边这张图什么问题？因为大家都是路径文字，可是这个路径文字发生什么事？你为了表现气球这个语言的，你还是把它挡住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可是这边是被带上去了。对不对？被这个气球带上去的感觉，这时候我在读它的时候会比较不压抑。啊，我读它的时候觉得，哎，你干嘛把它留在这边？除非这么做还 OK， 就把它突破了嘛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么做还 OK， 当然字的还要再大一点。所以呢，在很多图像形象上面，我们通常会去考虑到这个流向的问题。好，那这是我帮一家游戏公司设计的影片。啊，我们啊，包括图文方底格的概念。好，我把它的 logo， 好、啊，大家现在看到的不是贴纸哦，常会有人说我设计贴纸，我不是设计贴纸，我把它画得像贴纸一样，然后印出来这名片，所以那个拿到名片的人都会想试试看，好，但是像什么东西印不出来嘛，印得出来，好，好，所以呢，当我这么做，包括光影都做上去的时候，好，人家会想试试看，这是一个有趣的地方。然后呢，我把这个 logo 放中间，好，放中间，然后这些资讯，不同的资讯内容，我们就要去把它整理在不同的位置上面，因为它是斜斜的，好、哦，它如果占满整，不占满整个版面的话，会产生什么样的问题？所以我去把它做这样的撕开来的效果，让人家比较不明显。如果这个排版哈、哦、是没有那个效果，摆得平平的哈、哦，那我自己会承认它是一个失败的平面设计。可是因为我失败了，我的排版是必要的失败，所以我去做了什么？做了这个撕开来的效果，人家就觉得说这上面有其他的故事存在啊。其实平面设计哈，我常在强调，比拍电影还要难。你说拍电影不是很难吗？麻烦的一件事吗？不是要先把房子拿去贷款才有办法拍电影吗？对不对？我们的大导演。好，可是这么说哈，拍电影哈，你已经把人家叫进来，坐在那边预计90分钟来看到你的故事了。所以呢，这些人无论怎么样，除非真的太烂，他才走出去嘛。可是一张平面设计。一张好的平面设计是，它在一晃，它会不会动？不会，它会出声音？不会，人家一眼看过来的时候，就要看到你想表达什么故事。那一秒钟，你就要让人家知道你想说，你想在这边说什么话。所以我常觉得
跟平面设计比较难，所以我们必须想出很多效果、很多内容去做。可是这些效果呢，又偏偏不需要是什么？不要是大家都该有的那个效果。所以把图、把这些简单的软体弄好，你自己的想法就去把它发挥出来，这是重要的。好，那这些啊，来像这一篇，好，以刚才那个文字可以扭曲，可是呢，像这是一个段落的文章。好，我还是把它扭曲，我把标签放在中间。照理说，这个标题放在中间会影响到我的阅读，可是方法切开来的时候，我让这个台湾一家好像撕破的纸张放在这里面，这些都是一些比较特别的巧思啊。或者是呢，我今天想要阐述图文框底流的排版。OK， 好，我拿它来讲行距字距，是不是很有说服力？对不对？好，你放一个图，你说这个图已经盖到这个图已经盖到你的文字了，可是其实我还是有办法去阅读它的。这样子，好，但我这个上面放的这段书讲完了，好，那另外呢，在我们的编辑流程当中，刚才像有提到 Corel Connect 啊 ，Corel Connect 呢在这边啊，我一直很强调它的好处。哦，我刚才讲了那么多图文框底流这些东西，那你说，我已经有概念了，我整理好了，那你整理在哪里？你整理在你电脑的低槽、E 槽、F 槽，然后你的云端，你的到处都在，你到处去找。啊，有的在不知道在哪张系统卡，有的上次拍回来的照片啊，那有时候我常遇到呢，在跟客户做简报的时候，那个信卡放上去，打开说，我上次帮你拍的产品，然后再跳到下一张，跟他们全家去一个福村玩的照片，那大家照片都不整理的嘛，对不对？啊，那个数位相机里面的照片啊，半年整理一次的都叫勤劳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一点零点都是一样。好，所以呢，当我要执行一个专案的时候，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今天这一份简报的案子的时候，我把我的作品都怎样，都把它放到这边来。可是这些作品本来是四散到任何地方的，可是因为我用 Corel Connect 怎样把它拉进来，所以我整理到这边。可是档案有没有被我移动？没有。好，我做了这个案子，我这个东西删掉，我那个档案还在那个地方。好，所以呢，即使我平常懒得整理，我也可以用 Corel Connect 去安排我的操作流程。好，好，那今天好，谢谢大家。好，因为今天呢，说真的，时间不是很够，后面已经在等我了。好，那我只是就说，